今天我们将继续讨论四圣谛哈。上一次的开示，我们讲解到苦因圣谛和苦灭圣谛哈。所以通过正确了解十二因缘法，我们明白苦因圣谛和苦灭圣谛哈。所以当我们正确了解苦因圣谛也让我们正确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换句话说就是指轮回当我们正确了解到这苦因圣谛我们可以说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正确了解轮回所以当我们谈到轮回我们也不能我们也不能说不谈业以业报或者说因果因为业确定我们的轮回我们的去向换句话说当这一生结束之后你将轮回到哪一界的众生最重要的因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业所以当我们正确了解苦因圣谛爱也让我们正确了解这个烦恼爱潜伏在我们的内心它属于一种烦恼因有这烦恼众生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必须正确了解什么是业业在巴利文经典的定义就是揭达那就是伽玛揭达那就是指动机或是意图在一些中文佛书揭达那翻译为思思就是指思考的思思就是业业就是指这三业意业口业身业思就是业换句话说有一个动机或是意图当你有一个意图或是动机去做某一件事那么它必定有它的它的成果所以换句话说当你有动机想要看到某一件事真正的发生那么你开始去计划然后计划之后你开始行动所以因为你行动之后你的动机你内心所计划的想要看到成为事实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业所以这是换句话说是有意而造而去做所以有意去做我们可以说是有意而造的业那么它必定有它的业报所以当我们正确了解什么是业我们
将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是啊，我们自己业的主人啊。在经典里哦，我们时常被劝导哦，去观想这个业哦，观想业哦，比如说，我们观想哦，我乃业之主人哦，啊，聚成自己之业哦，由自己业而生哦，是己业的亲属哦，依己业而存活啊。不论我造何业，我善的或是恶的，我都必将它承担。所以当一个人正确了解这业的教导，他并不会因为业的教导而变得消极，他会变得积极，他会知道说有这业的这个真理哦，他将会过着积极的生活，因为他知道啊，未来的幸福快乐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哦，所以我们说业并不是宿命论哦，所以我们有时可以观想哦，业哦，我们是。业的主人哦，我们必须继承自己所做的一切业哦，由自己业而生哦。你过去你所做的业，今生你才有升到这人界哦。是自己的业的亲属哦，或是亲族哦。换句话说，业正如你的。亲戚齁因为你的业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齁正如你的亲戚齁有密切的关系齁我们依自己的业而存活齁我们是业真正说业是我们的依归或是才是我们真正的保佑、当一个人正确了解、什么是业那么他不需要再依靠、第三者或者说外来的力量来保佑他或是来保护他的平安快乐、因为他深信如果他远离一切恶行善这才是真正的保佑为自己带来保佑远离一切危险保护自己的平安快乐所以当一个人正确了解业那么业才是他的保佑所以不论我造何业善的或是恶的都必将承担所以这是在经典佛陀鼓励他的众弟子必须时时思维的其中一法其中的一个法其实佛陀有教导不管是在家弟子或是出家众应时时思维这五种法他说衰老失智等法我未能超越他病苦是自然法我未能超越他死亡也是自然法我未能超越他我知一切所有的可爱的业心的业心的就是说令你愉快欢喜的终将背离分散你以你的亲戚
朋友等等，并不能够说要永恒的在一起，永恒的生活在一起，终有一天，必须因为比如说死亡而背离，而分散，然后第五种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乃业之主人，聚成自己的业，由自己业而生，是己业的亲属，依自己的业而存活，或者说更正确说，业才是我们真实的保佑，不论我造何业，善的或是恶的，都必将承担，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四圣谛，研究的四圣谛，那么我们也不能，我们将也必须正确了解所谓的业，因为业确定我们的轮回，所以当我们在在想开口说话一言一语我们身体的行为或者说一举一动如果一个人不谨慎当下的身口意，那么一个人有可能会造恶业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正念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保护自己为自己带来保佑应当一个人具有正念他必定能够觉察出当下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因为我们时常说业都是由心为前导由心为前导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接达那就是伽玛接达那就是在心升起一个动机是一个意图要去做那么当你做了之后必定这是一个业那么未来必定有它的业报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以十二因缘法的角度来看因为过去的无明所以缘起行所以行就是尤其是 在心升起的动机你的意图你在做当中一定带着某种目的比如说有人行善做布施只守八关斋戒很可能他心有一个念头或者说动机希望来下一生能够升到天界或是能够生在比如说身为富翁等等他有这个异行我们称为异行所以他有这个异行那么他了解到说布施能够让一个人在下一生成为富翁等等或者说过着富裕的生活那么他开始做种种的布施或者说
当一个人啊想到啊下一生我想到想啊投身到啊梵天界哈、哦，那么他啊啊正确了解啊修习四无量心，能够让他啊升到梵天界，那么他啊持戒啊修习四无量心哦，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就他的啊无量心的修习啊、哦，那么他下一生哦再将啊升到啊这梵天界哦，那么刚才说到哦啊一个人有时有一行哦想要升到天界或是欲界哦。啊，欲界就是指人界跟天界等等哈、哦，当然，如果他只是啊布施啊，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让他升到啊人界或是天界哈、哦，啊，这人界天界都是属于啊欲界哦，啊欲界之外还有啊色界、无色界哈。哦那么欲界以下或者说人界啊以下就是指十二道齁、哦。所以这人啊想要再升到啊欲界如人界天界齁、哦。并不只是啊布施啊这个善业能够让并不是布施齁、哦、这个善业能够让他再次的啊升到人界齁、哦、或是天界齁、哦。所以在巴黎文经典里齁、哦、在佛陀时代齁、哦、当时有一些婆罗门齁、哦、他们啊心想着齁、哦、未来想要能够过着啊富裕的生活齁、哦、能够享受啊种种的快乐等等、哦、那么他们就开始啊布施啊做种种的布施啊最后他们啊生命结束之后啊又在啊身为啊富裕的婆罗门啊婆罗说啊他们的心愿啊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心愿啊，并不是啊，布施啊，这个善业能够让他们实现他们的啊心愿哦。但是佛陀说，这是因为啊戒心，他们的戒，他们的道德的行为啊，让他们的心愿圆满哦。所以，如果一个人哦想要再次升到人界。哦、天界、哦哦、我们称为欲界那么他必须、啊、静静的、哦、去持守戒、哦所以他持守戒、哦、最后他的心愿、啊、实现、哦、他再次身为富裕的婆罗门、哦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善业哈、哦、善啊，但是我们行善哈、哦，如布施持戒哦，修习禅定，能够让我们一直身在三界哦，如人界、天界啊、梵天界。但是啊，只要还有生就有灭啊，或者说啊，就有啊不动就有轮回啊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达到轮回的持续，那么他必须啊静静的休息啊到底啊八正道分哦、啊、才能够啊真正的。让他达到轮回的时期、嗯、所以在
在经典就说到哦，若有人说哦，人们必然依其行业而受报哦，这无妨行啊，亦无获得彻底灭苦之机缘哦。但是哦，若有人说人们依其行而受其果哦，这有妨行哦，亦无获得彻底灭苦之机缘哦。这是当佛陀在其中一部经说到的哦。这部经的经典里其中一个重要的譬喻就是圆哦。假设说你把一把圆放在碗里哦。那么这碗之中的水变成盐水哦，你不能够喝哦，因为非常咸哦。但是如果你把这一把盐丢到印度的恒河，那么你会认为因为这一把盐恒河的水将变得咸水，不能够喝。也就是说这恒河的水并不会因为这一把盐而变得咸水，不能够再喝哦。所以佛陀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精进的心哦，去做种种的善业，而能够避免哦一些业报哦，业报的它的因缘的，因为种种的善业哦，那么一些过去所做的恶业，很可能没有因缘升起哦，或是当它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种种的善业而减轻这些恶业的业报哦。所以这就是在经典所说的缘的譬喻哦，缘的譬喻哦。所以佛陀说若有人说人们必然依其行业而受报哦，这无妨行，这无获得彻底灭苦之机缘哦。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四圣谛哦，苦因圣谛哦，让我们了解到有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所谓的轮回哦。所以过去的无明哦，所以缘起行哦，所以因过去，所以行就是造种种的业哦，所以因中的业才有今生所谓的转生的事的升起哦。所以因有这个事哦，接下来才缘起名色哦，六处哦，处受哦，也就是今生的果哦。所以过去的因哦，无名而行哦。当在经典说到，当有无名哦，然后必定有爱和取哦。所以因有爱和取才一个人一切行而有哦，在这边说业有哦，换句话说一切业才会有他的业报哦。所以因为过去的这五因五种因无名爱取跟行有，所以才有今生的果哦，就是今生这个转生的事哦。换句话说，当前生当生在前生的时候生命结束哦，当结束的那一刹那，这心事也消失哦，然后又一个事升起哦，这个事
有时称为转生事所以当我们谈到轮回跟其他的教导教诲是不同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灵魂投胎转世在佛法里我们必须正确了解当我们所说一个人在轮回其实并不是说一个轮回一个灵魂投胎转世有时当一个人还没有正确了解这个事或是心事他以为这个心事正如其他的教导所说的灵魂其实佛陀在教导的时候在教导所说的轮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永恒的不变的灵魂在投胎转世所以当前世最后意念或是事消失之后所以才会有一个又一个事的升起所以当一个人在休息毗婆舍那禅的时候当正念非常专注准确他也能够透视到心事的升起与消失当他能够透视到心事的升起消失他才能够去除邪见如有个灵魂所以有时当一个人还没有正确了解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尤其是心的生与灭那么一个人会以为说这个心或是心事也是永恒的其实心事也是非常迅速的在生灭瞬间一瞬间接瞬间在生灭所以因为这个事才引起名色然后六触触受就是所谓的今生的果那么当有接触然后受所以是名色六触触受是今生的果所以当有受升起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念观察他这是他比如说这是他非常喜爱的受自然会升起爱当这个爱变得越强那么他就这个取升起一有取他又开始开始行动在心升起种种的动机意图然后开始行动通过心或是意或是身口又在造业就是所谓的业有所以因有这个有又有下一次的生老死忧悲苦恼等等所以这个爱取有是今生今生的因今生的因所以当我们说到爱取这两个烦恼能够升起也是因为无明所以因有无明爱取又在升起那么因有这些烦恼又行的升起跟业有所以今生也有五个因就是爱取有所以当我们说到爱和取我们也必须
提到无明、哦、因为、爱和取这两个烦恼能够升起是无明、哦、那么业有、哦、这个业能够产生业报是因为行、哦、所以今生的五个因又未来带来五种果、哦、所以人、哦、就众生、哦、不断的在轮回、哦、所以我们可以说、哦、这个无始轮回、哦、我们并不知道、造了多少的业、哦、如果假设说 每个众生每个人、哦、必须依照他所做的业而受报，那佛陀说就没有反省，就没有、获得彻底灭苦的机缘，或是、达到苦的止息的因缘、哦嗯、如果你一个人真为、哦、我们必须、因为、种种的业 而必须面对所有的业报，那么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因缘达到苦的止息、嗯、因为无始轮回我们不知道、造了多少业、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哦、若有人说人们必然依其行业而受报、哦、这无犯行，这无获得彻底灭苦之经缘、哦啊、什么是犯行呢？哦、在巴利文就是 The Brahmacharya、哦啊、这 Brahmacharya 就是指、八正，依照八正道分、的教导在生活、哦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哦、其实就是、不应该远离这八正道分、哦所以八正道分、的休息就是反省、哦、在生活中也可以休息、八正道分 也可以过做反省、哦、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在禅修期间、哦、或是在道场里才能够过做反省、哦、才能够休息八正道分、哦、其实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哦并不能够远离八正道分、嗯嗯、所以、当 一个人、哦正确了解、哦轮回、哦、是苦的，那么 如果他在心、升起一个决意、或者说下定决心、他要、达到苦的止息、换句话说他不想要再有轮回。那么如果他、他不想要再有轮回，想要达到苦的止息、证悟涅槃，那么他、正确了解到、哦、唯有犯行才能够让他达到苦的止息、哦、证悟涅槃。所以当他有这个决意升起、他想要达到苦的止息，证悟涅槃，那么如果他静静的去修习反省，那么他才有那个因缘、达到那个苦的止息、哦换句话说、人们依其行而受其果、哦、这有反省。假设说、一个人、不想要休息反省、哦他还想要 过着、未来过着幸福快生活、比如说、在未来能够、成为百万富翁、或者说、升到天界、哦、享受在天上升种种的娱乐等等，那么他必须 依照一个方法，或是在经典里所说的一条路、哦、能够让他
再次升到人界，过着富裕的生活，或是升到天界哦。所以在经典说到哦，我们的幸福快乐，并不能够依靠祈祷来能够来获得我们所心所要的幸福快乐，如富裕的生活、天界等等哦。众生时时追求财富哦，健康健康，然后如有幸福的真身死后升到天界等等哦，或是享有种种的名誉等等哦。佛陀说，这并不是能够依靠祈祷而得到获得的。如果能够依靠祈祷能够获得，那么世上每个人将能够获得他所祈求的哦，如财富健康名誉然后死后升到天界等等哦。但是佛陀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健康或是财富，那么他必须依靠一个方法或是一条道路，能够让他获得健康财富比如说你想要健康事事都健康没有疾病那么你必须持守戒，勿杀害生命修习慈悲之心，珍惜世上的每一个生命，那么你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命等等所以刚才说到其实世上众生时时都祈祷希望能够获得健康财富长命或是长寿名誉死后升到天界佛陀说，这并不是能够依靠祈祷而获得只有依靠一个方法如果你要健康，那么依靠能够让你获得健康的方法如持戒不杀害生命之戒，修习慈悲之心珍惜世上的每个生命所以当你有升起这个决意或是动机那么你让你不断努力，自然你将会获得你想要的果报如健康获得财富等等所以就是所谓的依其行而受其果所以今生今生你想得到的都可以依靠自己的精进而正确的业，你将能够最后你就可能获得你心所要的所想要的所以但是如果一个人正确了解轮回是苦那么他想要证得苦的止息证得涅槃，那么如果他正确了解梵行或者说八正道分的修习，能够让他证得苦的止息涅槃，那么当他静静的去修习八正道分，那么他就可能最后证得苦的止息涅槃所以佛陀说依其行而受其果这有梵行，亦有获得彻底灭苦之因缘所以依照你的行行在这边在巴利文也是指桑嘎拉行这边尤其是指意行
一心就是在心升起的啊动机和计划哦，和决心啊想要得到的哦，所以因升起一个动机哦，你比如说啊，或者说决意啊，想要证得苦的止息，那么你必须开始计划啊，如何让你能够达到苦的止息啊，所以我们必须在心有一个计划啊，这是所谓的意行啊，所以当你计划之后，你开始行动啊。开始修习八正道分哦，并不只是在禅修期间哦，在道场里，在生活上也在修习八正道分啊。那么你必须要计划为自己制造种种的因缘哦，修习八正道分啊。最后，因为你自己的努力啊，当你成就啊，八正道分的修习啊，证得道智，那么你才能够根除烦恼哦，达到啊苦的止息哦。但是，当一个人决心远离缺恶行善，或是修习犯行哦，有时还会遭遇某些啊。苦报哦，我们说的苦报哦，正如有时一个人哦，在他一生啊，从来没有造任何恶业哦，但是他有时还受到别人的欺骗，或是啊被人刺伤等等哦，啊有时有些人啊认为哦这是。啊，这是命中注定哦，命中注定哦，啊，但是，所谓的业报或是因果哦，并不是一种宿命论，或是说所谓的命中注定哦，没有所谓的命中注定哦，啊，所以在《内部经》佛陀说哦，一人作苦哦，同一人受苦。哦，此为常见论者哈、哦，然后一人作苦，那人受苦是断见论者哈、哦，啊，这个我将会在下一次的开示哦解释哈、哦，所以，当我们在行善哦啊远离缺恶的当中，有时一个人还会受苦哦，受苦啊，他很可能认为我、哦、今生。并没有造恶，为什么我还会受苦哦？啊，并不啊，但是我们必须正确了解哦，无始的轮回哦，过去所造的业啊，很可能在啊今生啊成熟，那么一个人就会啊受苦哦啊，但是经典又说一人作苦。那同一人受苦哦，此为常见论者哦，一人作苦，那人受苦哦，是断见论者哈、哦、啊，所以假设说一个人在心生啊、哦，完全没有在造恶哦，但是还受苦哦，啊是什么啊原因呢？哦啊在啊，所以大家都。啊，知道哦，这是所谓的业报哦，业报哦，虽然他们说业报哦，但是那、啊、我们又说到，并没有一个人或是永恒的灵魂啊投胎转世哦，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没有一个永恒的人或是众生灵魂在。啊，投胎转世哈、哦，那么为什么啊，这个人今生还有这个业报呢？哦，啊，所以在经典啊，佛陀啊，就教导这个中道和十二因法哦，来解释来解释这个邪见哈、哦、啊，在经典
说到、哦、有两种极端的邪见、啊、第一就是常见、啊、第二就是断见、啊啊、所以这两种邪见我、啊、将在、啊、下一次的、啊、开示、啊啊、才讲解、啊、这个、啊、这两种邪见、啊、所以当一个人、啊、正确了解、啊啊、犯行才能够将他达到苦的止息，那么他必须休息、啊、八正道分、啊、所以 八正道分的休息 也算是、啊、一种业、啊、在经典有说到、啊、有四种业、啊、一种是黑黑业、啊、第二就是白白业、啊、第三就是、啊啊、黑白黑白业哦、第四是非黑非白业、哦嗯、当我们说到黑黑业、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哦、什么是黑业、哦、这就是、啊、指、啊、十大恶业、哦、所以十大恶业的业报是不光明的黑暗的、哦、所以称为、啊、黑黑业、哦啊、所以 黑业、啊、就是、啊指 十种恶业、哦啊、就是指、啊、杀生、啊、偷盗、哦啊、或者说 不移取、啊、邪淫、哦、这是三种 恶的生业、哦、然后四种恶的口业就是妄语、哦、然后挑拨离间、哦、或者说指两舌、哦、然后恶口、哦、绮语、哦然后接下来三种啊恶的意业啊，就是指啊嗔恚啊贪婪和邪见啊，所以在意也能够造恶哦、啊，所以因为这是黑夜哦、啊，所以它的业报是黑暗哦、啊，就是指会导致一个人啊堕落啊失恶道哦、啊，那么啊白白业。哦、就是嗯指种种的善业哦远离这十种恶业然后一个人不断的精进的啊修习啊啊戒哦持戒修习禅定哦那么因为他的禅定他很可能轮回到啊色界或是无色界哦啊这是白白业哦那么也有所谓的黑白黑白业、哦啊、什么是黑白黑白业呢、哦、就是、有些众生他造 两种业、哦啊、黑业和白业、哦、所以因他造两种业 他说他的造诣、哦、他也会、啊、造诣到苦和乐、哦所以他的一生有苦有乐、哦啊、是什么众生、啊、会体验到苦和乐是什么众生会体验到苦和乐、啊啊、在经典就是指人界、哦啊、尤其是人界会体验到苦体验到乐、哦啊、这是因为过去他们所造的业是黑夜和白夜、哦、所以 黑白黑白夜、哦、所以你有苦有乐、啊、并不是命中注定或是说宿命论、哦啊、那么非黑、啊、非白夜、哦、什么是非黑非白夜呢、啊、就是指当一个人静静的休息八正道分、啊、最后正得、啊、四个层次的道子当正得这个 四个层次的道子那么所谓的、啊、黑黑夜、啊、白白夜 黑白黑白夜就、啊、就、啊、被止息、啊、被止息、啊、所以当这一切夜被止息一个人就不会有再有下一生的轮回、
哦，这就是所谓非黑非白夜。换句话说，就当一个人真的这所有四个层次的道智，所以当在真的这四个层次的道智，一缺业达到止息啊，所以当你一缺业达到止息，那么你就不会有，将不会有再有下一次的轮回哦，你就达到苦的止息哦，真正的涅槃哦。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苦的止息，那么你必须修习反省哦，你必须静静的修习八正道分哦。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决意哦，你有一个决意哦，然后必须开始计划哦。当你有了决意之后，如果你没有开始计划和行动，那么它只是我们说一种空想哦。在决意哦，决意也是十波罗蜜之一哦，决意哦。所以当决意在巴利文就是阿迪塔纳哦，阿迪塔纳就是你有一个决心想要看到你心所想要得到的变成一个事实啊，哦，这就是决意啊，哦，所以每晚大家有在做决意哦，其中一个决意哦，一达咩本愿哦，尼巴那萨巴迦尤诃都哦，愿我所做的一切善业的功德能够成为一个助缘，让我证得涅槃哦，或者说愿我所做的一切善业能够成为让我证得涅槃的资粮哦。所以我们要证得涅槃也必须要有助缘，或者说所谓的资粮哦。所以决意也是同样的，你必须在心有个计划，然后你必须开始行动哦，并不只是口念或心在想着哦。如果你只是在口念心在想做，但是没有把你心的决意化为行动，你将不能够真正你的决意将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哦。所以我们的未来就是从你的决意开始齁，或者说意行齁，意行有了意行才能够化为身行跟口行齁。所以他们说业的教导齁并不是一种宿命论齁，没有所谓的命中注定齁，你所做的业也并不是因为过去所做的而今生而今生你所做的是因为前生的业所注定的齁，因为所谓的业就是因有一个动机或是捷达那齁，这个捷达那就是依照你的意愿做一个选择齁，你要做什么你是可以选择的哦。如果你不能够做选择，那并不是属于业的教导哦，那么很可能属于宿命论哦，或者说我们说无能为力啊，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今生的努力啊，哦，所以有句话说哦，探究前世有句话说到哦，探究前世的宿命哦，不如把握眼前的善缘哦，追查来世的因果不如谨慎当下的行为哦，所以谨慎当下行为更重要哦。有些人一直的在想做过去造什么业哦，所以他们所
看到的只是果，但是如果他们有具有积极的心，他应该去思考的是因，今生要他所能够做到的这个因。我们往往在所看到的在思考的是果，所以他们只是看果，那么他们一直想到前世所做的业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过去所做的一切不能够再改变，但是从今生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当你真的这个正见正见之一就是相信业有业报或是因果论，那么当你从这一刻开始做起，那么你才能够真正获得你心想要的，或者说你决意想要证悟涅槃，达到苦的止息，那么你必须静静的休息反省所以业就是我们时常说由心为前导如果你能够以正念觉知你的起心动念，你就能够保护你的心不让烦恼侵入你的心。当没有烦恼侵入你的心，那么你就能够远离恶的深业恶的口业所以不管一切不管什么业三业二业一切业都是心为前导如果你能够以正念觉知当下的起心动念，你就能够远离一切恶因为当你能够觉知你的起心动念有没有烦恼的升起因为当一个动机的升起在你的动机背后有没有贪有没有嗔有没有愚痴假设说当你带着你的动机带着贪嗔痴，那么你所做的很可能就可能是恶业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无贪无嗔无痴或者说注意慷慨之心慈悲之心智慧之心，那么这必定是善业所以在经典说到无论何恶与恶有关属于恶的一切都由心生或是心为前导无论何善与善的有关属于善的一切也是都是由心而生所以当你能够以正念保护你的心那么你就能够抑制自己不再造恶所以正念的练习实在非常重要当你能够时时可以正念观察你的起心动念那么在生活上你能够把正念带入生活，时时觉知当下的起心动念，那么你就能够抑制自己不再造恶的深业恶的口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静静的休息反省，或者说八正道分的休息然后能够证得这道智这出世间法根除烦恼达到苦的止息证悟涅槃三